来看看这张超大超特别的邀请卡哦，是在农田里头写出来的。最近在美国威斯康星州，就有一名少年开着拖拉机在田里头写字，邀请女朋友参加舞会，也让女友超惊喜，立刻点头答应。年轻农夫开拖拉机去田里工作，但他没有要翻土，而是要写舞会邀请卡给女友。完成后，田里出现大大的舞会字样，再加一个问号。Lots of years of skill, I suppose. 莱恩从小在农家长大，也常帮家里开拖拉机耕田，用机械当笔，大地当纸写字，根本小事一桩。在父亲同意下，莱恩开拖拉机到自家农田，不必打草稿、翻土写字，这么费心思另类的舞会邀请卡，女友看了非常惊喜，当然点头答应。莱恩在大地上写卡片邀舞，在地方上引发话题，但同学们也亏他这样的创意实在太高标、太无敌，让大家很伤脑筋，到底要如何才能超越讨女友欢心？杨正平编译。